老师，我做的火供愿望没有实现。给你500块钱，能买一辆汽车吗？500块钱，这么少的钱，买一辆汽车，这可能吗？你用这么少的功德，去满足那么大的一个愿望，你觉得这可能吗？假如你家离北京有1000公里，你只走了50公里，能到北京吗？肯定到不了。你如果做的火供够多，那么你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的。老师，我明白了。